在主内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，我是万金圣母圣殿的教友。崭新的一天，沐浴在属神的轻声细语，是多么甘甜，何等舒畅。愿我们今天参与他的计划，求主调整我们的生活与作为，好叫我们能有品味与好行为，分享基督的馨香之气，成为他人的帮助。今天我要同大家分享一段天主圣言，马窦福音第五章13-14节。你们是地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？它再毫无用途，只好抛在外边，任人践踏罢了。你们是世界的光，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。我们互相来勉励，如果我们与主没有正确的关系，我们就像失了味的盐与没有光的灯，一点用途也没有。盐有渗透性，也有防腐性，所以能调味。光能够给我们温暖，也能照明，当然就要融化，调和气氛，当光就要燃烧，照亮他人。因此我们要做盐做光，来彰显基督的光荣。现在我们用为主发光这首圣歌来回应天主的圣言。就算旁人
中的渴望，全心敬拜，展开翅膀，为主发光，地上的眼，世界的光，照亮我心中的渴望，全心敬拜，展开翅膀 ，Shine for Jesus。加油站，我们一起加油，天主保佑。